大家好，我是燕优丽，我喜欢中国的采薇。采薇是写张张归来的士兵的事，反映了士兵张张后的内心感受。这幅画描绘了归途遇险、人际受苦的辛苦和悲伤。画面笔法渐进飘逸，主次分明，一目了然。接下来是我教的采薇舞。希望望一眼流依依，今我来时雨雪霏霏，心道彻彻，载渴载饥，我心伤悲，莫知我哀。谢谢大家。